无情工商又来啦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超级人。我们今天来小力宝，是一台很厉害的车。到底有多厉害呢？2021年台湾摩托车锦标赛300A组的冠军车。当当，车主是台湾鼎鼎有名的车手刘俊美。那你们不是同期的吗？我比他烂太多了。这次对，很荣幸。感谢那个武田车业的邀请，对他们希望我们来骑看看他们非常骄傲的 A 组冠军车。我不知道我何德何能，我等一下骑一个太慢，应该会被笑死。我跟你讲，这比是什么300万的 MV 压力还要更大。那个很简单，不要累惨就好了。这个很难，因为不可以骑太慢。骑超过58这支片都不能上。一定超过的啦！你为什么要立这种 flag？ 今天因为是比赛前夕嘛，所以刘俊美本人也有来。我们等一下应该会接一个他的访问，介绍他给大家认识。因为我真的觉得他在我们台湾车界是一个很传奇的存在。等一下就知道了。单圈这种事还是交给年轻人吧。我觉得啊，300cc 比赛车这种东西还是要交给专业的。我刚刚更不知道我在骑什么，所以交给年轻人。对。稍微介绍一下，这台是300A组的冠军车。对。然后我身旁这位严昭义呢，是我们去年超级人车队年度300A组的季军第三名。对。所以你今天冲到这个机会，可以试骑一下那个一直跑在你前面的那台车。感觉怎么样？很兴奋吧？对，很兴奋啊！很久没有骑车了，所以好，那你等下小心一点，不要乱给人家怎么了啊？对对对，没有啦，车子我不担心啦，我担心别人。我们今天是好好试车，不是比赛，不是推秒，对，自己斟酌一下，要推也可以啊，不介意啊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在劝退他，就是压抑他那个澎湃的心情吗？我怕他等一下刷一个比我直接快45秒，这样我怎么有台阶下啊？靠背。就这样啦 ，Good luck。可怕的上去了，我怕他太兴奋，然后让他拿到一台 A 组的冠军车，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他疯起来，连我自己都会怕。我看你完全是不懂啊。Thank you.
说我，我就好几次就不小心赢他们。总监本人呢是刘君梅的粉丝，所以你今天终于可以跟本人这么近距离接触，有没有很开心啊？有点害羞，有点害羞的人。他其实看起来很冷酷的。我刚刚走在他后面，只看他的背影，就觉得真的是骨骼惊奇的人。职业运动员，他走路奇才。这本《如来神掌秘籍》是无价之宝。那我们有准备了几个问题，想要访问你一下，就是让大家更认识一下我们台湾这个传奇的人物，对吧？第一题，你有特别去训练你的体能啊？还是那个健身器材的项目？没有很特别啦，我平常其实每天都会跑步，我每天训练的时间都大概2小时吧，还蛮长的。不过跑步其实占蛮大的部分，因为我要遛狗。我也要遛狗啊，啊不是就站在那里等他尿尿就回家。我以前就会排，就习惯会排课表。对，就是跑步啊、游泳啊、骑脚踏车啊、跳绳啊，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很用力骑一场比赛下来，哪里会酸之后就去加强哪里。那你通常是哪里会酸？都不太会酸。我是发现我去骑1000cc 的时候啊，就是我如果要换个技术，你骑这么慢还会有问题啊？可是你一开始要进弯的时候，你那个时候时速是不慢的，然后你要跟着车子，不是要倾倒啊？可是那一瞬间，我觉得我身体好像拉不动车子，就觉得我放弃了。上过骑乘的课吗？就是我小时候有去上，都会上课嘛。然后那日本人第一堂课就教我们做深蹲。你现在要示范一下吗？深蹲，深蹲，你都讲了，就是深蹲，要你要与肩同哦，这个我有学过啊。每个人应该都会深蹲。有嘛？我明明就有教你，等一下。是下去定格之后10秒，然后上来10秒这样子，在这里就停1、2、3、4、5。没有，就整个上10下10秒。那你们如果刚入加入的话，可能就是要什么？我觉得上半身就是大吸吸数，400、300、400就还好，没什么感觉，没什么感觉。那600在那边呢？就有。有吗？你看，有哪里哪里说说？就感觉上半身有一点酸。车子就很快，然后你还要让它带进弯的那种感觉。 对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就会让你有点全身有点负荷不了。对，但是那个离心力又让你很喜欢，所以你会又一直去去又碰到那个感觉，又碰到那个感觉。多几次，其实体能就有能够逐渐慢慢的。但是你要想哦，一次大概要1-2万块吧，你要多几次。看看你这样不认真赚钱。我想认真也要有方法。重点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我们训练完，就比如说你练完什么东西，很累，你还要上班。以前我是上12个小时，现在大概是10个小时。重点是这一个啊，你这个意志力都撑得过，你比赛就觉得还好。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意志力的磨练，其实就是自我要求，觉得。你现在就是已经比了这么20几年了吧？对，有20了。身为一个女生车手啊，有没有因为这个关系，所以遇到一些男生比较好笑的事情，比较印象的事？就干这个女的，我输不起，我怎么那个超鬼摔了吗？有这么夸张的吗？刚开始比赛的时候，就是有人从后面撞我，撞出去，刚起跑就开始撞。50cc 小绵羊都用撞的啊，都用撞的啊，对啊，然后撞。我会撞的。你还会出脚好不好？出脚出手都有，对吧？出脚出手。没有不行，只能出膝盖。那时候如果只是第3，他也想要上颁奖台，对，也是一个合理啦，两个合理的因素在前面，很合理的因素。对，他就把我撞到草那个土皮上面，对啊。他有跟着雷吗？有，各自去牵自己的车嘛，对。然后他就跑了，然后龙哥就冲进去场内。真的假的？这么激烈啊？一件事情，这个是第一次很有印象，但后来我们也和好了。好朋友，所以你比了这么多年，有一些好朋友其实都是当初的对手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因为以前的女生真的太少，所以比较会有这种状况。其实我最近不是都有女子组？对对对。反而你好意思去吗？对，反而他因为很多人来关心我。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只是想跟他说，谢谢你们把我当女生。你比赛有什么迷信？
或者是有什么信仰，什么天主教啊之类的。我觉得我们从以前比赛起来的选手都有，所以我个人就蛮多的。你有什么东西？现在好多了，但是以前有比较严，但是我不是幸运屋那一派，对，校长是我不是，我不是幸运屋。但是我们比赛前不会去剪指甲，不会。这还是有，幸好啊，剪指甲都是还是他不会动身体上的东西。提前两三天，除非是你很衰、欸，才会去想去动，因为基本上不会动。这个很重要哦。就以前的洁癖更多，比如说，你知道我们以前的车队是怎样？车头一定要向外。嗯，你有没有听说过？以前都有遵守哦。我没有，我只有听说女生不准碰车。这个有。嗯，尤其生理期的时候。有，我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个车都不准我碰。不能碰车的。可是你是车手，你不能碰自己的车啊。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我有点打破这一个。嗯。这个迷信，就因为它的存在，这个迷信已经慢慢消失了。对。你有想要比赛到什么时候吗？搞不好明天就结束了。明天？太突然了。我随时准备在退休啦，其实。真的、啊，你是在等待那个？我在找，就是想要找一个，就是农舍啊，有喜欢的地方，享受退休生活。对，现在一直在物色哦，但是还没有买。山边啊，是哦，大家骑完山路可以到我家。哦，哎，不错哎。他们都知道，我都有贴一些物件给他们看，然后他们乡下卡丁车场，反正就是都在看啊。嗯，对，他弄的大小有个像 K1 或者是龙潭的大小就很满意了。他就要退休，你们还要去看看？对啊，还要退。我的画面没有太大，没有太大，一定要有草皮。卡丁车还在考虑啦，所以现在已经那个继续比的理由，只是我还没找到适合的点。对，就那我们就祝福你，对，啊，这就是刘君美，台湾传奇的女车手。对，其实他本来非常平易近人，笑容可掬，只是身高有点高，讲话要跟他抬头这样，仰慕，很 man 吧？喜欢啦、哦、跟你想象的差不多吧？对啊，所以大概就这样了吧，感谢你。访谈完车子可不能忘记食啊，虽然今天实车状况很多，但我们还是得完成今天的测试任务。让我们的刘君美帮你牵车，你好大的面子啊！为什么是我？
说啦。北部有快牌就五八了。对啊，我也觉得，我觉得我已经骑得很快了，为什么没有比之前快？为什么？闭嘴！哼，我觉得我很努力耶。我们一样快啊，都五九。没有快牌怎么变得一样快？你这个快牌也没有快牌啊。对啊，我也没有啊。对啊，所以我们都五九。你是给我台阶下就对。哼。你看你们现在的年轻人，轻佻浮躁。我们终于试完人家车了，平安下庄，很开心。虽然说今天状况真的有点多啊。不过最后就是为大家总结一下，对我们今天试骑了人家的车一整天，很感谢，很荣幸受到荣哥的邀请。这位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武田车业的老板。你好，你好，我们大家都叫他荣哥，对，业界的前辈中的前辈啊，对，我们老头了，不是当阿公了吗？对，当阿公，对，真是恭喜你啊！谢谢。我们可以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台去年拿了年度冠军的 R3，对不对？改装了哪些东西？这样，先讲悬吊的部分好了。前面是目前是 Olins 的，原本去年比赛的时候是 Ajani 的，对，现在才换 Olins 的，现在才换 Olins， 真的，今年又没有要比赛，没有，可是我们就还是希望它完整。啊，我自己今天骑起来是觉得它的前面的支撑力啊超强的呀，你可以说它很硬，但是它就是对于那种刹车的那种吸收的能力是非常好的，那个指向性之快的啦，就是远超过我这个肥宅的肉体能够承受的极限。我刚刚最后一节骑的时候，其实开始有嗨起来的感觉，终于有一种有一点点那种十几年前比赛的那种感觉，回到年轻。对，就是它让我有年轻起来，然后想要 push， 我甚至煞到在安全帽里面叫出来，很难得叫出来的啦。啊，你觉得嘞？啊，你是不是也骑人家的车一整天？对，我骑了大概三次吧。我们先讲一下车头怎样好了。车头的部分，它基本上刹车配的还蛮刚好的啦，不会说，对对，不会说塞一个就过头了，还蛮好操控的。对，就它的刹车也很先行，它完全没有软脚的问题。没有。对对对，所以比赛怎么可以软脚？它有点像小型 R15配上 R3的原因。你说那个动态已经轻脱到像 R15一样，可是动力涌现的时候又忽然变成一台不止300cc， 有一点感觉没办法控制，蛮嗨的哦。其他就轮框啦，然后后面也是 Olins 啦，然后它有很多武田自己开发的套件，防甩头、分离把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它的排气管，赛车场噪音多少？10勒。可是我们今天验出来超低的，好像只有90几而已。99嘛。验跟行驶70会高一点。所以其实这个排气管也可以给道路车对应的。对，也可以哈。应该有比原厂轻蛮多的吧？轻又帅，轻又帅，好听。这个脚踏也是武田出的，他们家的比赛车很骚包，就是左边是银色的，大家看不到左边，左边是银色的，右边是金色的，对，一对。这个是有什么特别的考量吗？也没有，就帅而已。帅而已。车架的部分应该没有动到太多，对不对？车架没有，就只有把副车架改掉嘛。对的。再来最重要的就是动力的部分。这个引擎的确是核心啊，引擎我们改了锻造活塞，引擎的下半部曲轴是原厂的，但是连杆，没有连杆没有变，但是我们公差抓得很细。有重拆开再重新八轮驶过一次，对不对？然后，装了改装凸轮，但是改装凸轮也是武田自己的，是其实是国外的，但是我们做了很久很久的测试了。然后还有，其实还有一个秘密是我们装了手工的双喷。什么？真的假的？对，手工的双喷，所以双喷有嘴嘛？对，有低速跟高速两支。所以总共四支，对，因为它双缸这么厉害，然后用艾瑞斯的电脑去管理它，对不对？难怪这个车直上急转啊，应该有13000吧。之前最大马力是56匹，轮下。对，然后现后来有为了它耐用，所以我们差不多做到54左右。因为它转速比较高，所以我们为了控制温度，我们装了一个加大的水冷盘。
然后当然透过 Iris 监控它的油温跟水温。它这边有三颗神奇的按钮，它一个就是限速啊。它在骑的时候 Mapping 可以换是不是？可以换，你们刚刚都没换，不知道。对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按、啊、没关系。它换了会怎样？会更有力，就是你真的那一个直线只差一点点，你就按一下，它就快一点。哇、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可是那个引擎会温度会很高。你说它会瞬间就是再有力一点点？对，这在马力机上验证的。大概可以多几匹啊？那个 moment 一匹而已，一匹就很极限，就多那一匹硬炸出来。一匹就是超越的那一匹而已。那个 moment 过不去的时候，那一刻用一下而已。欸，很厉害耶！原来比赛车上现在已经做到这个样子了，哎，真的就还是跟试售车蛮大的不一样，对吧？变得个性非常的强烈，然后它有它自己的 tempo， 因为可能本来车手也不是我们嘛。今天整天的过程就是一直有跟小梅讨论啊什么的，对，他有给我们一些建议，然后真的照他的建议去做，哦，这台车就开始展现出他作为一台冠军车该有的那种操作的那种质感，对吧？然后把车手的那种热血激发出来。我今天终于对在小力宝骑到一分以内了，终于看到五开头了，不是那个六十几秒。哼哼哼哼。对，那我们直接讲一个最北蓝的，对。你是很想要应征人家五天的车手，请问老板的意见？应征超级人就好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。超级人车队倒闭了啊！我们现在没有车手，归零。那个车队注册也没有再去缴钱，应该已经被作废了。我们就是打代跑，有没有？就是拿了一个年度第三，然后见好就收，输不起。对，我们今年没有车，老实说是这样。可以讨论。真的吗？今天一直偷问他说，这台车今年有人骑吗？有人比赛吗？可以讨论。可以可以可以讨论。哦，我都帮你巴结成这样了，你，哈哈哈哈哈。那边说差不多了是怎样？他怕失业啊？他才不怕嘞！你要能做到跟他一样，每天跑步几公里啊？十公里是不是？每天跳绳3000下。所以我们今天很欢乐，也很感谢武田邀请我们，对，我觉得很荣幸哎，可以试骑人家去年的冠军车，很开心，好好的还你了。虽然说他今天有点状况有点多，汉博海那边说这家伙今年都没有发，是不是？今天早上忽然被叫醒，然后一直到中午他才发现，哎，怎么不是我本来的主人在骑我？所以他下午就开始闹脾气，一下没油啦，然后一下又不知道干嘛，然后一下又绕链，然后一下又对。对，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哈，有见识到武田车队的后勤能力，对，修车超快的，调整换胎那都是哦好了哦，对对就好了，对，很快啊 ，OK， 可以结束了，对，就这样，好，感谢荣哥，谢谢，谢谢，讨论，谢谢，大家下次见，耶，拜。